哟，哈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WD 王浩轩，欢迎来到 GoFlex 摇尘万贯。无糖的口香糖啊，对，最重要的为什么要吃它呢？就是比如说啊，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干，或者说你在想问题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嚼上一颗。我通常是在打游戏啊，或者是我在想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嚼上一颗。最重要的是你平时有时候啊，就是包括你在外面吃饭，对不对？你可能没有时间去立即的去漱口啊，去刷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有一颗口香糖呢，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你的问题。它能够让你的口腔呢时刻保持一个清新的状态。对，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日常生活中都会配一款这样的东西。你最喜欢吃什么味儿？就是这个味儿啊。我看这个是什么味儿？这个是热裂果味儿啊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吧，是这样的，主要是这个嚼起来口感好。你因为有的口香糖呢，它是那种你嚼起来之后就是感觉就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是，进去之后它是那种会融化一部分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就嚼起来挺轻松啊。一般呢我会吃两粒，好事成双嘛。这个叫十点一刻的，这个叫无糖气泡酒啊。对，因为我平时的话，你知道我创作的时候，我还是喜欢喝一点这种酒精饮料的，达到那种微醺的状态呢，你写歌可能会更有灵感啊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尝一下嘛，白桃乌龙味啊，我先尝一下。挺好喝的啊，挺好喝的。再来两口味，再尝尝呢。为什么要叫十点一刻呢？是因为到十点一刻就要开始喝这个，然后创作了。这个是茉莉清茶味啊，我们尝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好喝呀，这个好喝。老北京风味的这个炸酱面，对，然后我在外面出差啊，或者说我去演出的时候，那可能有时候我可能也来不及点外卖，对，甚至是你知道外卖有时候吃多了它也会腻的，那可能我会选择这样的即食的这种速食的这种东西，就是你像这个东西它用微波炉热个3分钟就直接就可以吃了，就很方便。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些调料包啊。据我所知啊，就是它这些肉呢都是植物肉，就是说你吃完这个东西，它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会长胖啊，据说，所以说这一点是也是我很喜欢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呢就比之前胖了啊？所以我觉得我要吃一些，不会让我长胖的食物。你有觉得我比之前胖了吗？没有，没有是吗？哇，谢谢你。就有时候呢，你买一些什么速食牛排，可能还需要解冻嘛。这个不用解冻，就是你直接拿出来啊，直接去吃就很方便。出差旅行的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。你比如说你在酒店的话，你可能是没有盘子有碗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一定会有杯子啊，你就可以把炸酱面弄在这个杯子里吃。那我们现在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说实话啊，这个炸酱面在我吃起来，我感觉是，起码是让我想继续吃下去的。正好再来一口这个饮料。OK， 今天的晚餐解决了，非常好。哟，哈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WD 王浩轩，欢迎来到 GoFlex 摇尘万贯。